10月21日，吴静在微博晒出与儿子在草坪打闹照片，照片中母子俩齐摆功夫造型。吴静在微博写道：“重阳杯无差别格斗大赛 ，Round One Fight， 牛魔王真下死守啊你，给我站住！”照片中吴静家的豪宅意外曝光，木质建筑规模宏大，并配有广阔的草坪，不远处还有树林。看到吴静晒出的照片，有网友回复道：“这么大。”搜狐视频娱乐播报整理报道。10月21日，吴静在微博晒出与儿子在草坪打闹照片，照片中母子俩齐摆功夫造型。吴静在微博写道：“重阳杯无差别格斗大赛 ，Round One Fight， 牛魔王真下死守啊你，给我站住！”照片中吴静家的豪宅意外曝光，木质建筑规模宏大，并配有广阔的草坪，不远处还有树林。看到吴静晒出的照片，有网友回复道：“这么大的草坪院子，命真好，完美的人生。”搜狐视频娱乐播报整理报道。